跟错安的旁边，弟弟受不了了，又想要嘘嘘。果汁害了他。他刚喝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他喝了九瓶。九杯啦。看这边，我们去港湾那边啊。OK， go。很多小吃的地方，但是刚刚我们先吃饱了，我们今天就欣赏一下这边的卖什么东西吃的啊，不错啊，他们就很多海鲜餐厅啊，那里面有果汁很多，大家这样子就是小小的一条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小小的一条。左右都是卖一些吃的喝的东西，有烤章鱼啊，蚵仔煎啊，对不对？左边就是卖冰的而已，吃喝的。你看这都帝王蟹，帝王蟹。来，小卡电脑里面放两个帝王蟹。来，校长会吃了啊，各位要，来只要五块，只要五。我们买了一些微辣的烤猪肉干跟微辣的。晚上可以吃，当甜点吃。刚刚他们在帮我们烤了，烤一下。那他们现在在喝那个猪肉，猪肉骨。切成块片状。太古队，我以前幼儿园太古队，对啊，有吗？不打。进来一间店里面，好多卖东西的。从前说，小朋友就被缠住了。他们的特产竹笋豆，这个是竹笋豆，沙粉 ，QQ 的配一些酱油，像猪猪掌一样。这里长得像什么地方？九份老街。九份老街这么像哦、喔，像啊，像九份老街跟南庄老街啊，就小。我阿信。哦，这五月天的阿信厚吐司，就这间阿信厚吐司，五月天的长沙臭豆腐，去看一下，黑色的、啊，第一次吃黑色的，我没有吃过臭豆腐，然后要吃。黑色的臭豆腐，那你先试一口试一下。弄不到，蛮香的。是烫吗？烫吗？烤烫烫。好了，另外一区，真错安哦，这部分这里有 KOI， 比较好喝的店。我们来到双子塔，好高哦。这马达有点慢啊！你衣服都拿，哎，你要不要下去？你先去啊！爸爸，对面这边是漳州，漳州大桥，啊，不是漳州大桥，漳州港。对面这边漳州大桥。沿路大桥，沿路大桥。漳州大桥在那里。哦，对，那个是漳州大桥，下漳大桥。这边是盐武大桥的一个立交桥，在这边，世贸就在这边。等下进去这个艺术西区，这边就是沙坡尾，所以这里是个艺术西区。
左边，走吧。进来了。我帮你妈妈来逛街了。这个市集，一个小小的市集。现在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？走，往前一点。我们来到沙坡尾，一个人行，我在沙坡尾，有看到吗？对，我在沙坡尾，你看。有没有看到？上面不是有看到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脚快断了。为什么你脚快断了呢？走，他脚快断了。今天从早上走到下午的，那边是什么？双子塔。这是最极佳的那个拍照型的点。沙坡尾对面。这里有一家咖啡师咖啡厅，有一个扛棒是沙坡尾的扛棒，在这边。对面就是沙坡尾的小渔港，在这边。那边有点船，还没看到船。这个庙它也是傍晚船的，人超棒的。现在沙坡尾啊，哇，舒服哎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这么好吃的感觉。在做，一推一推的作业。我进去了，往前走。在沙坡尾渔村走过来。沙上有哪点吗？沙上吧。有好多弹涂鱼在下面，好好玩哦。在那边跳。因为退潮是不是？退潮啊。退潮了，弹涂鱼在那边跳。哎，目标呢？机器小姐已经被辣到了，手头在痛。这张纸卡。刚才那个土豆，我没有听到麻辣土豆，我只听到土豆，感觉土豆吃一口，啊怎么是辣的？然后后来我听到说麻辣土豆，哇，辣死，辣到直接飙泪。飙泪啊，受不了了啊！但是不用喝水。直往的沙坡尾的这条小道走。电话了。来的是花蛤。今天晚上吃的是那个烧烤。这两个换我。烧烤。换我。好牛逼的。还是肉吗？好吃吗？是肉吗？肉啊，鸡五花肉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对。好吃。那保利 VS 那个老麦排骨鸡，好看。弟弟，你要吃海瓜子自己弄。要吗？融够胖。超漂亮的，原来夜景就是这样子。它下午都不会变哦，它到晚上才会变这样子。你怎么是？不要再看一下。它现在是去那个白鹭鸶。这边开始玩起篮球了，加油！运动运动也不错啊，对啊，好啊。今天晚上要吃的这个，你录一下。可以，那边录过来啊。这是宵夜吧，应该算吧。我刚才偷懒，偷到第三关就失败了。目前我们现在准备要打车回饭店，然后这个街道的车超多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回饭店看我们宵夜怎么吃吧。哇，今天晚上吃宵夜哦，是个卤味哦，鸡翅、鸭头，裙带。谁的坏手手呢？谁的坏手手是谁的呢？看一下啊，原来是这个。还有肉干，今天去买的肉干，好吃肉干。你自己转。好，开始吃了哦。
喜欢我们频道请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视频道我们再见，拜拜。